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师。好，我们继续前文吧。找一下椅子。我直接走这里。然后要走这里的。这好像没办法走，走这个区形把手这边。没的。使用。没有人啊。局长办公室跟左边好像可以先进去。没钥匙是不是？不行，菱形的不行用。那就先去另外一边。有楼梯下去跟上去的。先走哪一个啊？看一下，要先走上去，要先走下去。蓝色，可以找到木板，这边可以找到木板啊。木板跟阳台，东侧仓库，大厅，那下面呢？侦讯室跟观察室。应该是锁这里吧。是黑桃、哦，你说哎，菱形钥匙不能用，是不是？火药，你说在哪？所以要先走，先探索上面的。进不了。闪光弹。这边东西好像有点多哈。
山路的东侧储藏室会有东西。蓝色药草。嗯，把这个丢了。下去对不对？我觉得东西还有点多。这仓库，怎么是爱心啊？啊，菱形都没有啊！所以要走外面那边，有还有道具啊。我先回去放道具好了，先快转掉。好，然后东侧储藏室好像还有个东西没拿到，回去看。我刚想去哪，就是上不去了。这里是
观察一下。命活是不是？嗯，好。浇不洗，这好像打不开，哎，可以打开啊。这是哦，这另外一边嘛。还有两个草，我都知道你要干嘛。前面是锅炉室哦。What the？ 好、哦，然后再去浇醒吗？看一下攻略。我记得转弯 A 的好像可以去浇洗。锅炉是好像有东西哦。OK， 好，所以要先去锅炉室里面拿东西。太多了哈，电子烟可以先放，我现在可以先放好。嗯，
电子零件，我觉得带太多东西啊。走吧。然后浣熊的话，这边好像没有浣熊了。哦，去中路才有浣熊。应该可以交血了。这里可以走吗？我最讨厌这种了。还好，还好道具栏可以暂停。引出走套，再跑进警局，然后拿梅花钥匙去西南大厅西南门内的通道，打开路上的档案室。西南方，大厅西南方，西南门内通道，看一下，梅花，档案室吗？是资料室吧？走，希望不要敌人。自己按，哇！他靠近就打了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我重新来了。好，这是这个梅花门哦。这个火药，一个千斤顶。工具这个还有吗？快点搜索完。
谁还有一个？手榴弹，我放不进去，所以我应该药草不要拿。啊，好讨厌。好，我们去图书馆，因为刚才已经被追了。东侧仓库，我去错地方了。钟楼，我会打电话去装修理。那这个齿轮还要放在那边吗？齿轮应该不用放在那边吧？会放下一段。OK， 所以还要再放回去嘛？吸，好，先上去。这边好像有一个王雄先生，
他是上来的。等等，我看一下，苏家到西南的中房子，再到。等一下哦，取消大齿轮，到楼梯上面拿小锁，把小锁放到楼下另一侧装置上启动，再上楼把大齿轮放到一个极端，随后 ，OK， 看懂了。那不是一个浣熊先生吗？哦，在外面是不是？钟楼西侧总廊 ，OK， 所以还没还在外面呢、啊。去吧。Hope I don't have to write a report on this. 这边好像有东西，先去那边了。中午应该不会有。火药大，分量比较多的火药哦，两倍的弹药。现在要去哪里啊？小齿轮跟大齿轮都放上去了，然后电子零件拿到了，然后出钟楼打开天台另一段门的插销，连接东侧储藏室。OK。这里啊，然后红星门好像还进不去嘛，看一下，
红新闻，使用棉花钥匙。哎，回大厦楼是只认识有高级火药，只认识哪里啊？先放着好了。火药，游戏。就制造混乱，企图逃脱。六二十一。盒子。我总觉得他好像来了，然后身体有火药，有可能会破墙而入。OK。我们先回去。美术室不用。我觉得好像来了，组合应该先放着吧。
检查了。二楼保险箱，然后我先去交易厅。交易厅在哪里啊？交易厅，交易厅在二楼。这里吧，然后这里有一个，看一下，招销，备用钥匙按钮，我要个可惜是，再来是备用钥匙，出门会遇到舔食怪，然后再去 STAR 办公室。OK， 办公室在隔壁嘛。跟那么紧啊，威力和准确度还是艾伦斯吗？基尔，如果克里尔有和你联络的话，请告诉他我人很好。那个 USB 要拿回来吗？我要拿，要拿回来。将备用钥匙按钮放到储藏室机器上。203柜子有小型背包。
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。去拿那个进去这里西侧办公室，好走，这也太远了吧。有了，啊，拿满了。这里暗房水槽，好走，好，接下来就是去那个，回去那个地下室那边。好，我们这集到这结束了。哇，好累哦。然后把地铁零件拿回来，应该就这样就好了吧。好，那这集到这结束啊。希望我们要换频道，主要放的图片。订阅，右下角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提供更新影片，你就能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